好吧，等一下我朋友过来了，你就按这个铃，好不好？按不按？成交。亲情，亲情。记住我刚说的，别误了我的大事。哎 ，Hello， 哎，妹妹也带过来了呀。亲亲，他啥意思啊？你把脸靠过去。他舔我。你妆好像花了，这个送你。哦、是卡姿兰小奶猫粉底液和小夜猫粉饼。你眼光可以啊。还有这个猫窝，拿回去给妹妹睡吧。不是我的吗？这个有那么好用吗？你看，这不用了，这不没用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款粉底液简直就是干皮奇葩，里面还有玻尿酸，上脸润润的，它八点非常的老。你看我这奶油肌多小。哎呦，我真的好喜欢哦。谢谢你了。这个粉饼，粉扑区分很均匀，毛孔按一下就没了。这是挺好看的，是不是的？哎，你怎么吃妹妹的奶油？你们家猫怎么这样？跟谁学的？啊，就这一回啊！这下我篡位了。哎，这不是给你吃的，还偷吃不？你给我等着。哦，下课不？不准再上床啊！嗯？你干啥？怪吓人的你，这啥嘛？就抱枕吗？快点拿走！你怕这个呀？我赶紧去多买一些。床上这么多猫，来，阿爸上床。我不。凌晨两点。下课不？